在双语国家政策与数位教育的助力下，英语阅读课程已经跳脱了传统的纸本教材，成为时代的潮流。如果再结合多元的数位教学功能，就能够帮助孩子整合听说读写的各项能力，打造出一个更为丰富多彩的学习体验。为了让孩子们能够享受到这样子的学习体验，敦煌教育集团与 ViewSonic 携手合作，推出了一个适合数位原生代孩子的21世纪放转英语阅读课程。本课程以 CLIL 为核心，涵盖多种领域，包含运动、艺术、科学、文学、社会等。此外，每单元都提供学生一项与主题息息相关的趣味知识，提高学生学习兴致，拓展学生们的跨领域学习。在课程设计中，结合趣味游戏元素，让游戏化教学在 MyViewBoard 高互动功能的加成之下，更加新奇好玩，有效提高学生学习动能。透过 MyViewBoard 的数位教学功能，学习英文不再孤军奋战。我们的课程融合21世纪关键能力，包含沟通、创意、协作、思辨，每一单元都有专题活动，让学生以小组讨论的方式发挥想象力，解决问题，建立协作能力。即使学生语言程度不同，透过有趣的活动也能有效培养学生的关键实力。想让你的学生重新爱上英语阅读吗？想运用科技互动成为数位教学界的领头羊吗？准备丰富又有趣的课程势必会花费大量的时间，但我们都为您准备好了，现在就加入21世纪放转英语阅读课程，一起展开有趣的英语阅读旅程吧。